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看我的频道。今天呢我会做一些果蔬修枝，然后今天会做一些新度的樱桃这一排我上次弄完了这个内部道路之后呢，我已经种了一排这个印度的 Jerry 那今天我会给它进行一些修整了这边呢今天修整的就是最后的这两颗最后的这两颗我们现在要长得挺大的可是要想让它有一个比较好看的状态，我就是一定要进行一些修枝了。第二呢，修枝之后就是不会浪费它的养分我们看到现在这两颗都很茂密这样子如果它一直发展这个椰子的状态，可能就不好开花结果了，所以今天就会把它一起弄。这边弄一下，第一个是修枝另外那边有一个垃圾队，我会一起处理掉今天我就是会把外面突出到外面的部分都会剪掉中间的部分我也会剪了要让它正常发展这些我这形状我要整理可以让它往上高，可能不能往它拉到旁边。
上面的部分我就不会剪了。现在就是已经相当完整了，这两颗因为它的上面的空间被限制，是不是很正常？那颗它又往那边斜，然后这一颗往这边，我现在也不会调整它，现在主要是给它做一些修枝整理而已。这边好吧。这边还有一棵橘子，长得挺漂亮的。这边这两棵后面还有一棵牛奶，这棵牛奶上次我是做蒿秸，蒿秸的位置这里，这个原本的蒿秸的那枝条。这边也是一样，也是蒿秸的部分，今年它已经挂了一些果了哈，不是很多，可是也算是成功了。这边也差不多。这边我种了两颗红宝石龙眼，这里。那边是我们那棵橘子，就在那角落。这边是一棵洛梨哈，今年可能开花比较多一点，因为我也有看到一些花朵。现在就是先那边先。点火呢，那块垃圾。这次几乎已经把这块地方整理完毕了哈。今天呢，我的视频呢就先分享到此而已再见喽。